照皮筋的话说，看到那个疯了吧？是男的吧？这个是来的吧？是来了。黑桶的。Hello。 今天晚上我穿的是 Valentino， 看不见。那我很多时间就是晚上如果有晚会的时间，那就很喜欢打扮一下，就觉得比较女人性一趟。因为平常呢，我都会做很多运动，那就常常都会牛仔裤啊，还是sneaker 这样子，所以有机会的话，我都会蛮喜欢的。你觉得自己女人吗？有时候啦，也不会常常会觉得自己特别是比较女人性，因为呢，又可能就是我喜欢打球，我喜欢跑步啊这样子，那变成呢就很活动，很比较energetic 这样子，因为很多时间我看见好像啊，罗马鞋，你喜欢罗马？ 什么是罗马鞋？就是那个现在就是，罗马的时代，也不太喜欢那个时代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时代有一点恐怖的，很fierce 的感觉，我比较喜欢比较mellow，romantic 这样。那夏天你防晒，你有什么方法？什么？防晒美白有什么方法？美白？ 很重要，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我很喜欢就爬山，就在外面活动的，那所以我常常一早一起床，放完我的normal cream， 一定会防晒的。剑雨江湖什么时候上映啊 ？L'Oreal 的 50 sunblock。 想问一下，《剑雨江湖》什么时候上映啊？我们在Venice Film Festival 就九月应该是十二号就World Premiere， 那跟着应该马上就会上映了。现在网上新出了一款预告片，你看过吗？哪一个？预告片。就《剑雨江湖》。最近的没有看过，因为我刚刚从 Burma 出来，所以呢这几天这两个星期都在里面，那个地方呢就Internet 不太方便，所以。 不知道，所以我昨天晚上刚刚到北京。那个片子里边有很多，就是舞蹈想要推很多新的打女儿，但是你作为就是一个前辈来说的话，在片场有没有给他们一些指导的方面？其实平常我跟任何人拍动作片的时间呢，我们都会很多意见，就很多聊天的方式，因为拍动作片呢，你要常常保护大家这样子。 所以也不会理他是有经验的还是新人这样的感觉，最重要就是我们在一起合作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安全。那像李连杰他们都开始转那个文艺片了，你会不会也开始向这方面发展？但是如果大家看呢，我这几年都有拍两种片都有拍的。那我最记得我拍《Memoirs of the Geisha》， 有很多人就说啊，你是不再拍动作片？那我到一拍《Mummy》跟着拍。 这样的电影，你们就会问我，哎，你不会拍文艺片吗？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很幸福，一个概念就是有机会可以选择拍哪一部电影我喜欢的。听说你在片场的时候比较的轻松，就是无论是拍打戏的时候还是怎么样的时候，那。
说，就之前我们采访说，大概就是你在平常还经常吃东西啊，就放松，对，是这样吗？嗯，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拍电影，那我觉得我在一个能拍到一部电影的时间呢是缘分，还有很辛苦可以跟大家合作，那大家都要很辛苦要做得好的时间呢，为什么大家不开开心心这样做？那预告片中观众反映说，那个有一些你跟郑雨盛的对白嘛，然后说可能听不太清，不知道你们两个在上面对白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语言的障碍啊？那大家都知道我的普通话大家都听到是马马虎虎的这样子的，那特别是古装片呢，它比较文艺很多，还有这一部《剑雨江湖》里面呢，他是说很多就是佛经，那要说佛经的话呢，不可以说错的。那如果是平常聊天，我可以走音啊，你都会听得大概听得懂我想说的是什么。那压力比较大一点点。那郑雨盛呢，他也是很努力去练，但是他是韩国人嘛，所以他的口音比较重一点点。所以我们那个时间呢，两个都比较辛苦，但是呢，会看见大家说，哎，算了你，哎呀，我们已经知道我们两个是很努力。那打戏会拍到什么时候呢？拍完了，不是，我是说你就拍武打片会拍到什么时候？拍到我觉得我不要再拍的时间，因为现在我是真的很享受这样的感觉。刚刚有很多人形容你，就是说你时而就是非常的柔美，时而又非常的有侠女的气质，你自己就是怎么看？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评价？哇，怎么样？我们平常不会评价我。我一看见镜子我就 Oh my God， 算了吧。那很多人都说你的小时候你就是他们的偶像，听着这种话会不会不开心呢？嗯，不会，因为很多人都会好像他们啊，我的妈妈很喜欢你，有人喜欢你，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。就想问一下，很多人请问一下，预告片里面有一点像那个卧虎藏龙的桥段，会有这种？这一部电影呢是真的也说爱情的。因为《卧虎藏龙》呢，它不是只有一个武侠片，它真的是说我们人生爱情很重要，对我们一个人，所以这一部电影也是有这样的看法，所以你会觉得有一点点像。你觉得打戏会拍到那个？我去参加世博会，世博会上海世博会，上海世博会，上海世博会，因为我爱看世博会，因为我电影节我会去，那个时间跟大家见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谢谢